开完直播之外，然后还有大概六款新款，然后我来分享混搭给大家。然后现在这一套是上周的新款，然后它上周啊有一款是垂领的，然后这款是比较特别的，是旁边这边有个皱褶，然后它是光泽感的，有点断光的，可是它非常凉快，很适合台湾穿。然后我等一下会穿四个颜色给你们看。现在这个颜色啊，就是我现在穿的这个丹宁裤啊，就是跟粉色我觉得超配，我觉得整体就是看起来超搭。那我等一下往后面让你们看一下，然后先给你们看细节。这一款的小领子很美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的那个上面的光泽，然后它的袖子啊，就是如果你很不喜欢露手臂的话，这一件真的一年四季都可以穿之外，它真的很好搭配，然后又可以好好的帮你修饰手臂。然后它这个地方它是比较特别，做不规则的，把头发放后面给你们看。它上面这边呢，其实它就原本是圆领的状态。那你看我，你看里面是穿小可爱，其实它的那个印子不会很明显，所以我觉得很友善。你就随便加小可爱啊，或内衣都 OK， 然后你也不用太担心。我等下可以穿白色给你看。那因为它是雾面的，我觉得它比一般的断光的这种薄的，因为你看它其实是蛮清透、很薄、很透气。它这种天丝的这种断光啊，就是很凉快，然后显瘦有垂布，然后上周也去出两款，一款这个，另外一个是这边有点荡领的，它就这边会有个垂度的感觉。然后因为荡领这个就比较基本款，然后这款是比较我觉得比较特殊，我想穿一下整体让你看一下。那粉色跟我很推荐粉色，如果你家里有粉色单品的，很推荐配灰色的西装裤，或者像我现在搭配这种深色的丹宁。那这个上面的皮带我是配编织款，然后明天都一样会把上面的所有清单都会公布在上面，然后明天晚上10点后会有新品上架。嗨 ，hello， 好，然后呢四个颜色，这个白色我今天晚上试穿给你们看，然后搭配不同的单品，然后有几款是乔丹款的款式，然后混搭让你们知道这个有多好搭，基本上上班就很好使用。然后如果你要比较轻松一点的话，我就很推荐配牛仔短裤，像这个粉色的话，我觉得可以白色的丹宁短裤啊、破裤啊都可以搭配。好，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款，因为丹宁裤现在卖场上面有一款，那这款是另外一款新款，这个是比较宽一点点的裤管，然后它是有点微直筒。那往后让你们看一下，那如果比较喜欢宽一点点的，可以选这一款，然后另外一个选比较 A line 的，就选另外一款。那它们的颜色跟是颜色比较像的，那这一款的话再薄一点点，然后我往后面可以让你们看一下。然后它的剪裁这边是从这边有个挖的这个造型的口袋，然后往后面给你们看哦。它这一款呢，它其实是从上面到下面，它都是维持比较直筒的宽。那另外一款它是比较 A line 的，然后下面变比较宽，所以看你们喜欢的感觉是什么，可以挑选。那因为颜色很像，那你就是喜欢宽一点的这种直筒的感觉，你就选这一款。另外一个喜欢比较夸张一点点，然后它从高腰肚脐的位置开始的话 ，A line 就选另外一款。那两款的话都是腰。可以系腰带，这个地方都有做对腰带设计。OK， 我这个呢，它是我是直接扎的，那完全放出来，让你看一下效果。它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放出来，然后你可以搭配你的，像卖场里面还有另外一款是光泽的西装裤，你也可以互相混搭，然后整体感觉会真的很老前锋，就看见。就是会比较贵气一点点，那你想要混搭的话，像这种有点光泽感的，你就可以搭像这种丹宁裤。那如果你真的比较懒一点点的，你也可以跟我一样，刚我是直接搭进去，然后也可以直接塞在小可爱里头，那你这样子就可以收腰身，它会有造型。那你看，如果扎进去的话，它就会是这样子的，它这边会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皱褶，很好看，超凉快。OK。我就往下面，穿香槟色，然后配榛果色的西装裤，它就是整体配起来，我觉得就是金沙巧克力的感觉，颜色很美。这西装裤
布，那它这个的话之前都有说过都是斜纹布的，然后臀部没有加宽，那它是没有另外有弹性，它就是直接是做剪裁的西装裤，然后下面是收起来的，下摆地方我比较回收，就会比较小脚纤细的感觉。那臀部的话这款呢、啊、因为它是偏小，所以会建议像我平常穿 S 这款就是穿 M， 以我的臀部来讲，那卖场上面那种尺寸你可以参考，然后就配这样给你看，我一下哦。顺便就是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型，因为现在因为已经到季尾了，所以很多商品会断货，所以喜欢的朋友就是要抓紧脚步。然后我现在穿的这个真骨纱是我们另外定做数量的，因为真骨纱它的原本布料是断货的，所以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参考。那臀部这边有加宽，我觉得很显瘦。那基本上你们应该可以看，还是让你们看一下那个臀部的地方。香槟色，如果这样随便简单这样微扎也很好看，它还是会有个就是它还是有自然的一个这个剪裁的型，所以不用担心。那我这个小开直接扎进去，给你们看一下下，然后收起来，就是一般的平扎，让我们看一下。我往后推，你们看一下整体的型。那你们完全这样子也 OK。这个就很适合，就是双层的基本款的金属链，会直接很漂亮。然后或是一些简单的短链搭配都会很漂亮。它其实直接这样穿也很好看。那你要扎 ，OK， 它其实是很轻松可以扎的。就是金沙巧克力配色。色的话，你等一下可以看，你们可以看。如果怕透的朋友，那基本上我穿的是白色小可爱，我觉得还蛮 OK 的。因为它虽然是白色的，它算是真的是蛮无棉的。然后你真的很想要，就是完全很完全展现它这个白色的颜色的话，你可以搭配肤色内衣，或是平口小可爱都可以，肤色的、灰色的都 OK。那我基本上我还是习惯穿白色的。那你可以看，其实基本上这个颜色。它白色真的完全没问题，我觉得很美，而且它整体上面啊，我觉得它整个看起来真的很显瘦，而且很轻松，所以其实搭配牛仔裤也很好看。那我先还是搭配那种大家日常上班比较 OK 的，那我穿白色给大家看。它其实是雾面的，它其实完全看不到它里面的感觉。它真的直接这样垂放啊，其实你就会可以直接看到它很漂亮的这个剪裁，很美。就是我
觉得喜欢有一素，可是有一点不一样的话，就可以挑成这件；然后喜欢荡领的话，就可以挑成这件。基本上，我觉得像这样款式超适合上班，你就完全不用想，就可以直接穿搭。然后我觉得它算是有剪裁，然后蛮有女人味的，有点缎工感觉。那你要完全正式的话，我觉得搭配西装，西装裤啊，跟西装外套都 OK 的，白色的感觉。最后穿黑色给你看，四个颜色我穿给你看。那我配的是这个全白的直筒的西装裤，那这个西装裤它上面是松紧带，然后它属于比较高腰款的系。然后落地，然后直筒款，那我们再一起搭配给你看。看一下黑色的，就这样的感觉。那黑色的话，它感觉颜色比较贵气，然后我觉得会成熟一点点的感觉，比较酷一些些。那我砸进去，看一下。它很轻松，然后它就是扎，它很轻，它很好扎。那你想要扎多一点，扎少一点点都可以，后面可以再拉紧一点都 OK， 你自己做调整。它就有点微微有垂感的效果，你看它这边会有点空间感，就会整体看起来比较显瘦，非常适合啊！我觉得这款超适合搭那种很漂亮的单钻啊，或是那种很简单的金项链啊、简单银啊，都很美。那我往后看，然后让你看一下。OK。这一款这边我顺便介绍这个小香风的这个，它是方钻跟上面会有一个水滴钻，就是一起层叠搭配的一个高跟鞋。然后侧边你看它的小香风这一款，它就是已经大概第三年了，然后卖得非常好，它是很精致的小香风。然后里面这个鞋垫地方啊，它也是有，就是你穿的时候会觉得端端 QQ 的，所以久走也是 OK， 所以不用太担心。然后跟也，它下面也有防滑底，我觉得整体高度各种方面都很美，很简单，然后上班很好搭配。裙子啊，还有高跟鞋，裙子跟丹宁裤搭起来，我觉得整体感还蛮漂亮的，可以考虑这样子一起搭配。四个颜色，然后这个四个颜色呢，我等一下会一起穿给大家看。然后现在先介绍的是米色跟深灰。那它下面你其实仔细看的话，它会有一点点纹路，可是非常低调的，所以几乎看不到，要很近看才看到。那就是直筒裤，然后这边是有牺牲的，它直筒休闲的裤子。那它是带一点点天丝，所以它很凉。然后我觉得它很雾面，所以这个浅色啊，我觉得基本上我穿灰色、黑色内裤都是不用再另外加打底裤，很舒服。然后是属于比较落地宽裤款。那我是155左右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身高。然后我的话就是会直接搭凉鞋，然后绑比较高腰一点，因为它是可以牺牲的，所以可以稍微调整一下。然后配这个跟一个短版的罩衫、衬衫一起搭配给你看。这个中山衬衫呢，它有很多颜色，它中间是可以直接这样绑的，然后里面的话就可以直接搭小可爱，然后针织啊，或是雪纺背心都可以。
衬衫的话，颜色这个是米星，它是天丝的，所以很舒服、很透气，然后很凉快，然后有点微透感。然后这个地方它是可以直接绑上来的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。平常你如果穿那种高腰的宽裤啊，我觉得很调整身形之外，又可以防晒，稍微防点光，然后你可以遮一下。这种款式的身上我最常搭的是细肩带的那种洋装，所以就是会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又很凉快。然后最重要的是，你可以像我这边是微微的拔罐，你就会觉得这边有点不雅观什么的，你就可以稍微这样遮一下，接下来遮起来。然后我大概穿在这个肚脐再高一点位置，那对我来讲的话是有一点落地的感觉。所以这个的话，我大部分会配一个厚底球鞋，然后或是有点厚底的那个穆勒拖鞋或是凉鞋。夏天就是超级无敌舒服，又很凉快，很舒适，就是看起来很轻松。我觉得有点点，就是整体的风格我觉得蛮韩系的，因为它就是很舒服，看过去就会很凉快之外呢，然后就整体看起来气质，颜色比较淡一点点。然后你们可以看它臀部的地方，后面还有个口袋，它宽度是够的。所以不用担心屁股啊、臀部显胖，然后裤长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。那如果你裤子比较小，个子比较小一点点，你可以稍微反折一点，然后穿长一点的小可爱，这样遮住。那基本上我自己会调整，因为要想穿凉鞋的时候，我就会这样反折一折，然后反正衬衫都会盖住嘛。然后如果我想要配球鞋的时候，我就把它放长，因为有点落地，然后。有点高度的球鞋一起配的话，看起来就是腿更长。然后我现在是反折一折给你们看，因为我个子比较小，你们可以学我这样做，因为有细绳啊，我觉得很好办事，就是你可以随时调整你的长度。对，然后呢，我现在换身的灰色给大家看。深灰色给你看，然后一样反折一折的长度，让你看一下整体感。我觉得超显瘦、凉快、止痛，然后整体看起来就是偏修长的感觉，好适合台湾的天气，因为它就是第一个显瘦嘛，然后好搭配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真的，一年四季台湾偏热都可以穿搭。尖的偏卡其色，然后我配这个针织给你看，让你们看一下它有多好搭，就是衬衫啊、T 恤，然后就这样简单的针织都是 OK 的。
已经直播很多次的超好搭的这个，就是微松的背心针织，这是我拔罐，就稍微忽略它一下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我这边折一折，然后呢，它就是这个，你可以直接这样收一下，然后你可以拉起拉一点起来，或是直接反折都可以。那我是习惯它有的这样子的折，会我觉得比较层次感。然后呢，后退让我看一下。色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蛮休闲的，也很好搭。这款的话，推荐大家可以喜欢的话，这个材质很凉快，然后它颜色也很漂亮，它就是四个颜色，喜欢的话也可以包色。那最后一个颜色是这个，就定咖啡，因为其实基本上现在床上基本上，夏季的部分几乎全部都快要断货，然后已经开始出秋季的色。那这个去年春天跟秋天就已经有了，然后它目前又开始做这个颜色，颜色很漂亮，可以参考。然后搭配黑色给你看，介绍一下这个麦超好的这个不，它是不对称的凉鞋。那你可以稍微看一下它的，它其实有点微微的亮面的感觉，可是它的亮面又是有点微低调的，质感很好。然后白色跟黑色都有。然后你看它是不对称，这边有两个环，然后这边是一个环，很美。它金属部分也很漂亮，然后尺寸是正常的，然后也很舒服。OK， 然后配这款配黑色。给你们看，这个颜色金块很美，很秋意开始了。然后这个颜色又是台湾可以，台湾完全就是很 OK， 可以当防晒衫，可以当衬衫，小外套都可以。这个是新款，今天最爱的就是这一套，它质感超好，完全是我猜，因为是有点微的老前锋，因为老前锋就是真的很爱，因为我觉得上班啊，就是它整套，因为老前锋的款式几乎都很喜欢做整套，非常简单无脑，就是你可以直接穿了就不负担，就直接穿了就走，配整套，质感很好，天丝材质非常美。然后是断光的，然后它这个里面有做衬，然后它的缝线其实都是我觉得很油，然后你仔细看，它真的有一点点微压纹的部分，很美，断光。然后它这个啊，你可以扎，你可以不扎，然后配是这个一样同色系的裤子，我超爱宽裤，它很漂亮很舒服之外呢，它竟然还有口袋，就是我觉得整体觉得。里面它好像有是，应该是四个颜色。我真的最推荐的好，就是香槟色跟如果你敢穿的话，绿色真的超美。我穿出来以后就都会觉得有点小贵妇的感觉。好，我先穿这个颜色给你看。
上线就觉得微抛光的感觉，就是有点垂度。而且我觉得它不太就是我不会觉得它很容易皱，就你烫一次以后就是还蛮好整理，很凉很舒服，然后它整体的感觉啊，就是质感跟什么的都很到位，然后它是整套一起买的，然后你们不用担心松紧带，而且它这个你要微缩，然后又长版可以遮到屁股，然后呢又有点微缩 V 领显瘦，然后呢又帮你配一整套，你要扎也可以，你不扎也可以。然后如果你上班呢，你觉得这样全部放下来，觉得还不够正式，不上班很显瘦，那你就把它扎起来。那它这边同色系嘛，同色系我觉得看起来就是很容易比较高级感。这边呢，你可以系个皮带就可以了，它就整体感搭起来就完全很美。然后呢，它这个是有口袋的，所以就很舒服，然后整体感显瘦又舒服、简单，然后四个颜色。我觉得你看，只要我戴耳环而已，就是整个我觉得就是抛光的感觉，该遮的。你看我这边舒舒丑丑的，然后或者是你不想要看到手臂什么的，都刚刚好。就是礼拜四上架，第一次直播，如果你喜欢这种两千风的款式，我觉得这一款就是必戴，非常美。好，那我再穿香槟色。因为它的香槟，这种香槟色就会有点带一点奶茶感，奶茶香槟的感觉，很漂亮，又低调又优雅。然后呢，微整，你如果真的是有点要正式场合，我觉得戴个首饰，然后戴个皮带可以，或是腰链，或是手拿包，整体感，或换上高跟鞋，就是立刻可以高级感，然后也可以平常穿都是可以的，非常美。香槟色，这个我觉得像刚刚那个绿色，它的这个看起来很白，所以如果你是有点黄黑皮啊，绿色这也很漂亮。这个颜色你不用担心，这两颜色你就是完全百搭又漂亮，然后又显白显气色。然后还有个紫色也漂亮，那紫色的话比较偏白皙皮肤，就偏白的、啊、红白皮 OK。然后如果你有点偏黄一点点会。金刚肌肤色的话，香槟色跟黑色还有这个绿色都 OK， 非常美。好，我往后推让你们看一下，颜色超美的。OK， 这颜色很美，所以它那个垂度啊，真的不输。10点我就上架。Okay， 再来呢，就是我发现大家都喜欢有点套组，我就帮搭配的这个。今年因为这两天那个 Y2K 就是很盛行，所以 DL 牛仔裤就是喇叭裤都回归。但喇叭裤的话真的很难找，因为喇叭裤我觉得。像我自己本身是比较梨形身材，臀部跟腰的距离就差蛮多的，那我就比较挑一种喇叭裤。
拉裤的话，我基本上一定要落地款，然后穿一点跟或者厚底球鞋都可以。那穿这样的款式的话，就是我就帮你们想到，就是如果肚子比较大一点点啊，小腹有点小腹的朋友，或是臀部比较宽的朋友，那你又想要穿有点喇叭裤型的裤子牛仔裤，那你要怎么套？就是配一个长版的这个 T 恤，它是有点背心式的，那它前面这个地方会有点开叉，就可以看到完整的那个喇叭裤型，可是呢它又可以遮到你的臀部还有你的就是腿部的上方地方，就是大家比较没安全感的地方。那下摆的地方它是有点微喇叭的，然后呢它是浅色，它是有个做一个这样就是遮感的一个刷色，觉得还蛮美的。所以我整体让我们看一下，就是比较偏夏天款的那种微微的小辣款的牛仔裤。因为他们是有穿跟的，因为喇叭裤如果要穿漂亮一点的话，又跟比较小一点，我都一定会穿球鞋，厚底球鞋跟高跟鞋啦，高跟是厚底的，一点点跟的凉拖鞋也可以，就是整体看起来才会漂亮，才会是我们一般在照片啊看到的是那种整体感，第一个显瘦，然后还有臀部上面整个比例才会够漂亮。那我搭配这个背心，等你看。哎，它这里有点背心式的，然后是斜切款。然后我往后面让你看一下，那你如果想要往内折一点也可以。那基本上它是有造型的，因为配的是这个喇叭，它上面有稍微有一点点这样斜肩的效果的背心，就稍微微微的遮一点点的这个手臂的地方，然后这个地方是做开叉的。轻松，你可以整套买。然后你想要单件式的购买也 OK。今天的款式呢，我觉得，刚刚的那个套组呢，还有这款，我都是很喜欢的那种老钱风感。那它的比较特别的地方，它这个是有一点点。收到这个地方的，可是它非常的显脖子漂亮，然后呢它是有点微透肤的，可是它里面会有附一件小背心，那这小背心呢它是黑色的，然后还有两个颜色，我很推荐，如果喜欢特别颜色的朋友，这个颜色很美，它是有点带红的咖啡，带红带紫的咖啡，其实基本上就是现在荧幕上稍微这样，但因为我们室内有点黄光，可是我这边有补一个白光给你们，所以我觉得跟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颜色其实真的蛮像的，颜色很漂亮。那喜欢显瘦的朋友就黑色，那里面想要搭什么都 OK， 你想要搭自己的小可爱 OK， 没问题。
然后配一个这个光泽感的这个裙子，这个裙子是又回复的，这是新款。那因为它这个款式啊，臀部有做加宽，所以它是 A line， 所以你穿起来就是我觉得很显瘦。然后这个地方是松紧带，然后它有两个长度，一个是全长，一个是短的，然后供你们让你们参考。那我先套这个给你看。布一个这样子细肩带的小可爱，然后它是可以调整长度的，然后我再套这件给你们看。这样收的，然后里面有小可爱，它是可以调整的。那我就让它自然这个宽度，有点微透肌肤，可是又没有到。那因为我想要看，让你们看一下那个后面，然后它的这个会有个绳子，想让你们看一下自然的样子。先让你们看一下自然的，直接撒起来。这个地方后面有个飘带，然后飘带呢可以直接这样放就可以了。它后面还有一个，这个有两条啊，它后面是可以两条，那你可以绑，那你也可以直接这样，就是一条放前面，然后一条放后面，然后让你感觉一下哦，然后它都是很轻的。非常美，这件的是我喜欢这种风格的，而且它其实很友善。第一个显瘦，然后轻很舒服，然后是有点微天丝的，然后加一点点类似像棉麻，感觉很轻、很凉快、很舒服。这个真的是超美，就各种有一点小女人味的感觉。但是就让它自然放这里，就是我只是这样把那一条就另外一条往后而已。然后让我们看一下另外两条这里。我往后看的时候，你们可以看整体的那个搭配。就超有气质的，然后我再绑一下，让你们看一下。
它收紧，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它这边整个收紧很美，就是脖子会感觉变细的感觉。然后呢，你稍微整理一下，然后收一下，给你看一下后面，就可以这样绑着，你绑紧一点嘛，松一点都 OK， 就是不同氛围，就看你自己感觉。穿了以后好像会弹钢琴的感觉，那你想要绑侧边一点点，绑在这边，结绑在这边也可以，就是在这个地方直接绑，又结在这边也 OK， 看你自己，就是依照你自己想要的绑法都 OK。像我自己是最喜欢直接垂挂这样子，你就看你自己的感觉喜欢。然后我穿黑色给你看。黑色的，它会有点微透肤的感觉，可是它不会很明显，但你有附一个小可爱这样。因为黑的就比较不明显，那黑的话，你想要看它质感更好一点，我觉得你可以配一个很小的这种环状的这个链子也可以，或垂钓式的、水滴式的项链 OK。因为它黑色的话，就是看起来瘦、看剪裁这样子。看你们喜欢的范围。新款的泳装式的泳衣，那像这个的话，我这次因为发现有些朋友们会想要上衣式的，因为很多朋友会想要在海滩啊，有时候就是想说带小朋友啊，或者是比较轻松，只是想要穿个短裤鞋比较运动的，我就穿这个给你看。那因为它这个都是有罩杯的，那这个也都是下面的地方啊，裤子的地方都是你直接可以直接穿进水里面的，它就是泳衣，其实它是那种两件式的泳衣，然后我觉得很方便，因为其实大家去海边有时候，你就会想要直接单穿，不用再去那个海边那边再换了。那我就会推荐是这种的，这种的话就是平常就是比较喜欢海边的朋友，然后想要穿轻松就可以参考。然后总共有三款，那三款这一款的话就是比较，这样款就是比较偏洋装式的。然后它的上面的话，先是拼接这个网布，有点像布雷款的这种，有点像。它会有一点点镂空，会有点透肤感觉，然后还是洋装式的，然后挑大家会比较有兴趣，然后通常会问最多颜色给你看，然后这款也是洋装式的，我觉得这个这两款呢，我觉得基本上穿起来，身材我觉得都很优，该遮脸的地方全部都会遮起来，然后一样它都是有胸垫式的，就直接是泳衣就可以直接这样穿去游泳就 OK 了。我穿的给你看，
是没有胸垫的，然后版型我觉得偏小，那这边是领子，可是它是有弹性的，所以你们不用担心后面那种尺寸，它是有点，就是我觉得是有点凉感的这种材质的泳衣，这边可以收腰，你看有没有显瘦？然后呢，裤子的话也是旁边往后推一点哦，这个是往上的。里面是收起来泳裤，然后弹性也很好，等于它就是有点微收啊。那我觉得它显瘦度其实真的很还蛮佳的，里面会有点点薄纱感，它旁边会有个做一个小层次这样子。OK， 好，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都弹性的，所以你不用担心，就是会比较运动型嘛。所以如果本身比较喜欢那种冲浪型的女生，那我觉得她版型真的偏小。然后我现在穿另外两款的洋装给你看，水袖就可以稍微遮一下手臂，然后这个地方啊，里面是交叉的，然后弹性，它弹性来讲，它不会很透光，所以不用担心。然后它里面还有个这样裤子，所以这个你就直接下水就可以了。基本上它这个我觉得就是很显瘦啊。浅色，那我知道大家很喜欢黑色，但黑色真的是会让你看不到它这个剪裁，然后荧幕上看，所以我还是找个浅色让你看一下。我知道大家出国泳衣，想要就是比较显瘦，然后有点遮的。那基本上你其实比较懒的话，像我的话，我这个的话，我就是敢直接走在路上，然后到海边的时候就是可以直接当把它当洋装，这样直接穿上去。那平常的话可以穿像泳衣一样。很方好，这个呢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就要忍一下，因为这个拔罐就会看起来比较丑一点。那这个它是双层的效果的感觉，所以里面的话它是一样是这种背心式的泳衣，然后洋装式的，它多一个这个造型，然后它可以直接绑在脖子上，那你可以调整，就依照你自己的适合的脸型或是长度，它是有
可以直接绑绳调整的，你应该绑低一点嘛，高一点都可以。那我就想让它有点渐层，然后你看这个完全副乳都包着，就很有安全感。然后呢，这边是因为你看黑色就会有点看不到，可是你看它会有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布，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喜欢阳光式泳衣的朋友，因为该遮都遮，很方便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有一点皱褶，但是这个你们会看不太到啦。但是整体上，你可以看这个纹路的地方，它会有布料的感觉。泳衣式的洋装 ，OK， 谢谢你们。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，都可以再问我们。然后明天晚上明天晚上十点，礼拜四晚上十点就会新品就会上架给大家。然后有问题都可以再问我们哦。谢谢你们，晚安。